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叫你知道的、啊，我们的就是团名就叫你知道的、啊。然后今天我们来这里表演，既然是下半场了，欢迎你们来。好，接下来呢，我就是他们一直讲，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最厉害的不是唱歌，你知道是什么？最厉害的是讲笑话。我问你们哦，第一个问你们，你们知道阮经天吗？哎、啊，你们知道的不要讲。你们知道阮经天这个艺人吗？啊，你们知道阮经天的舅公叫什么名字吗？你们知道吗？阮经天的舅公，有人知道吗？可以举手。好，我自己讲了。阮经天的舅公叫做阮古公啊，台语啦，是台语的笑话，古公这样子。好，接下来，好，我再讲一个好了。哎，这个是什么？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你们回答我吗？对 ，X 啊，这是什么？这叫做 X 床啊。好，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在听。接下来下半场第一首歌，我们带来拉千玺，然后是对是也是我们是也是我们很棒的原住民乐团图腾的歌，然后常会唱的，就是节奏也是比较轻快，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摇摆。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也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oh, 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oh, 大千玺，Watch me wave, watch me nene, watch me wave, watch me nene, watch me wave, watch me nene, watch me wave, watch me nene.
Come on. Watch me wave, wave. Watch me, nene. Watch me wave. Watch me, nene. Watch me wave. Hey. 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哦，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哦，浪前行，浪前行。谢谢。